报告讲，按前月初一开始要解除全国十二个石灰矿保留区的这限制。石灰石是即马这水泥业真重要的原料。消息传出来了后呢，真侪地方政府也搁这矿区这附近的民众拢真反对，反倒会影响着环境。这个国家国深的微型山谷并不是天然形成，是水泥工厂挖出来的。高雄县大冈山地区属于石灰岩的地质，卡地大的土地全部拢是水泥业的重要原料。十几年来，因为政府停止水泥厂的采矿权，虽然失去的山坡地未搁再回来，啊，不过原本是一片黄土的山顶，总算是渐渐发出树啊。最近传出经济部要解除石灰石采矿的限制，当地民众真反对。有时候炸山的时候会把房屋。震动的话会龟裂，影响蛮大的。那开放采矿之后，这些植被破坏掉之后，在大雨下再往下冲刷，那下面不是又倒霉了吗？这个是100%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安全的。根据经济部公告，北岸新竹、南到屏东，包括六个县市，总共十二个石灰石矿业保留区要改建，因为采矿必须要把地面所有植物拢撮起来。东土墙愈起愈高，恐惊影响附近居民的安全。环保团体批评政府无寄出八八洪灾的教训，啊，不过矿务局解释，因为未定保留区的法源已经废止，所以必须要先改建，才会当重新公告。现在解除了以后，并不是代表就是要让人家开采啊。那个原来的依据是水泥工业长期发展方案，那个方案不见了以后，我们原来划定的这个保留期就失去它的依据，所以我们现在重新要去。找华言改建引起社会反弹，矿务局表示，高雄市的半屏山和茶山拢是地方政府划定的自然公园，会以矿业法第29条公告做保留区，禁止采矿。高雄县的大冈山也会考虑重新划做保留区，不过山区的土石流灾情，让人记得真深。假使欠缺全面性的国土规划，就先解除禁令，政府的决策恐惊让民众真不安。记者卢宗芬、陈彦坤高雄报道。过几天就是个九二一大地震十周年的日子。根据这统计，东侧市南投县一挂受困洪救出来民众，大部分拢是由这厝边隔壁也是过路人来救的，唔是这国军，也是这救难人员。正义消防署的副署长就认为讲，台湾真正是需要一个层级更加悬的救灾专职的机关的机构。十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，一瞬间造成南投县有200,000人无家可归。有调查显示，当时受困的民众有80%第一时间是予厝边甲路过的人救出来的，毋是国军警消人员，表示政府紧急应变机制并无发挥。当年做南投县长的彭百显回忆，南投县13个乡镇公所都有9个，包括县政府在内受灾，根本无法度救灾。对我们的行政指挥系统是瓦解的，啊，再来就是没电没水，甚至连那个电话都没有。就是说，超过地方层级的灾难，中央政府要义不容辞哈，他要跟地方政府站在一起。受灾的地方政府是第一线，家己嘛是灾民。彭百显认为，安尼更加显示出中央救灾指挥甲资源整合的重要性。前消防署副署长陈武雄嘛认为，虽然后来中央成立灾害防救委员会，由消防署来主席，但是层级上低，功能发挥未出来。层级提高，你协调联系的相关的才有权威嘛。不然的话，你有一个下级单位来协调上级单位，讲话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分量。九二大地震这场世纪灾变经过10周年，不管是当年的地方首长，或者是前中央官员，拢希望灾难带走几落千条人命，社会会当得到宝贵的经验，提升国内救灾能力甲机制。记者林静梅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